本想做泡面，结果一不小心做成了河粉，那就吃这个有点像河粉的伯爵奶茶泡面吧。吉利丁片用冷水泡软后，茶包加清水煮沸以后，倒入牛奶和砂糖，开小火煮至变色后，捞出茶包，微凉以后加入吉利丁片搅拌至融化，过筛后倒入我们的模具当中，戳掉小气泡后冷藏至凝固，芒果挖出果肉，牛奶加热后倒入白凉粉搅拌均匀，舀一勺在小碗里，放上芒果，再浸泡到冷水中脱模备用。品杯加入芒果块，再将奶茶冻凝固后切成细长条，放入成品杯中，最后再放入我们的凉粉荷包蛋，超级清爽可口的伯爵奶茶泡面就完成啦。有手就会系列，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做吧，等你交作业哦。